大家好，我是恩科。今天我媳妇她叔叔邀请我们去他家去吃肉吃羊肉，正好他们家宰羊嘛。今天猪肉了，今天来叔叔家猪肉了。哎呀，大辣帮菇，帮菇呀，羊排，羊排上各种各样的，加一个这个，搁盐了，多可的熏呀。好，来盖上锅盖，一个多小时能吃了。肉好了，现在那出锅呀，出锅了。他一个盘子里估计搁不少。这是大辣帮菇。哎呀，这是狗狗，你看。来，坐。肉好了。哎呀，这个正好吃的时候。我以后吃煮锅肉和肉吃，不是吃。哥，你吃了多少呀？这么多？这还不多吧？就吃这么一点啊，也就是半个羊排。血肠，这玩意儿好吃些。这玩意儿必须得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凉了以后可以煎着吃、烤着吃，就蒸着吃，特别好吃。